哇！哦！什么？这哇！哇！哈哈哈！我是因为鱼露，是因为小打锤。给点，我可以加一碗吗？啊，没有，这要验证用。看仔细了啊、哦！好，第二位，你们想看谁试吃？卓轩。好，我也很想要这样干杯，但好像有点危险的。有点危险。你会喷出真？这个没办法，喉咙借过，冷静点。好。还把它喝进去。两口。两口。不应该接这个通告了。对，麻烦两口。第二盒可以不用粉，没关系。好，我都算优惠。好，那我觉得可能尤安顺吃到的是正常的，他可以整碗吞下去。我觉得他演得太夸张了，是吧？他后面那个是因为他后来补演的，补演的，吞的还蛮顺的，然后后来觉得就是加一下，就拍着拍着还补戏就对了，对对，补几个镜头就可以。导演说要补几个镜头，说刚才有点不对，有点少，不够，所以多讹了两，给你按两下，对吧？科导，好，我觉得尤安顺跟张静之是难吃的，好，你认为卓文萱吃到正常的？我的是吃的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演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最输，你出去吃。那没办法，现在你最输，你出去就代表了我们。哦，你这一走去这一趟路三步路，你就要决定，你就要讲，然后是谁？我要吃正常那个。对，你猜谁吃到正常？猜谁是演出来？好吃。如何？好吃，好鲜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剩下两个选一个，去。那你觉得谁？我选那个啊，尤安顺哦，比较安全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我们夫妻一场。你觉得不那么固执？希望我没有完全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我走了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要吐一些什么东西下来？需要吗？他本来想吐，后来要忍住吞进去。看到没有？这有他人生苦吗？这个雕虫小技，拿这个来考他。那倒什么话都没说。好吃还是不好吃？很难分辨。有那么快就是苦了吗？不是，我以为你是要拿水给人家，水拿来直接灌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们刚刚都没有用水这一招来演示，你们就故意用这样用障眼法。对，还那么大一瓶。对呀、啊，还故意的，然后这样子。哦，我天哪！这个这样，哎，其实这个喝了水之后会更苦，将会有点苦，有没有扩散开？扩散开啊！好，谁吃到正常的墨西哥饼？是我觉得陈哥哎，我也觉得陈哥，你也觉得可陈哥对不对？嗯。而且我一直在观察他吃完之后放下，然后换他们两个之后，他还一直在那边嚼。如果那么苦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一直吃的。不是、啊，就我也一直嚼。静之，他总不能一直放在嘴巴里面。吐出来啊！吐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玉燕姐现在又在演，
他在加戏，也在漱口。他鼻子都很肿耶。你们两个想要互相伤害，我留了一口给你。陈哥，陈哥，看看有没有你的人生苦。啊，完了，他这样讲你完了。闻不出来啦，怎么那么小口？好吃啊！这是有还是没有？有有哎！好了，我先讲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很干。情何以堪？你们两个演什么？我现在就演什么？我靠！哇！从剧场舞台上演到这里啊！温头熊喵盖，熊喵盖。毒死你！一口吞哦。那都是一口吞的。你来了，我要个金盆。不好，他轻伤了，赶紧把他处裁。不该轻伤，你一口吞。真的？有没有？差一点点。可